看到这样唱是舒服的吗？吉他也会，然后编曲也会，然后写词也会，然后他又蛮照顾我的，非常欣赏。up up up！ 你刚刚说你蛮会写副歌，嗯，哥哥，你讲的每一句话，在我的这里。OK， 我是 rap。哇哦，你唱？对啊。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 ，TVBS 42台为你唱情歌。